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咁啊，港股呢个礼拜发生咩事呢？咁我谂大家都即系非常之印象深刻啊。咁啊，个指数咧就跌咗落去24,500之后咧，都叫做弹翻啲上去，上翻去26,000嗰啲位嘅。咁但系都有啲气馁气喘啦。咁啊，似乎都夹极都夹唔上咁样啦。因为即系 ATM 嗰堆嘅新经济股咧。確實啊，真係比較弱少少啊，咁啊，再加上琴日咧，即係騰訊嗰個彈出彈入事件啦，即係關於手游係咪一個精神鴉片呢件事咁啊，即係令到即係大家都知道，對於新經濟股嘅戒心咧，只會增加就不能減少噶啦。咁啊，咁嘅前提之下咧，莫講話外資啊，我諗連中資或者港資咧都避之則吉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你話恆指裏面少咗呢一堆火車頭嘅話咧，你再衝上去咧，即係確實又唔係話太容易嘅。咁啊，至於騰訊嗰單嘢咧，我覺得空穴來風嘅，未必無因啦。咁啊，至於你話係咪會對嗰個手遊有更加大嘅嚴厲嘅監管或者限制咧，係預期當中，小心啲，甚至乎可能就係簡單直接咁樣咧，就罰錢。了事咁呢個機會都高嘅，咁所以騰訊咧，我覺得咧，雖然琴日喺低位嗰度咧420幾蚊彈翻上去，但係都唔係好夠力嘅，似乎個市場對於呢啲咁嘅監管咧非常謹慎同埋非常之咁小心譬如3690啊、美團啊嗰啲更言之價啦，咁啊直頭好似封眼位咁樣咁連累到其他嗰啲，即係譬如係Bilibili 啊。快手啊，呢啲都懟晒落去㗎啦，咁啊，所以影響嘅可能係某一件事，咁但係影響到嘅行業或者公司咧，其實就好廣泛，咁啊，所以其實近排都叫大家避晒落去一啲政策股㗎啦，即係芯片啊、電動車啊、光伏啊呢啲，咁呢啲起碼嚟講個政策風險係低咧，就比較適合做一啲避風港咁嘅效用喺度咯。